好天气，睡到中午，爽。好的，我们到在台场了，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了，因为前面在秋叶原逛这样子，好，现在大家就要去找可恶的 MS 在哪里？找一下好了，连冠军的 MS 找到你了。那是一列的歌，应该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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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他胯下放炸弹，好多人呢，哇，真的好大！哇，跨肩，跨肩，看，可恶的联邦军害我们走那么远。看，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啊！可恶的 ，MRV782。我们现在在钢弹 Bronco Tokyo， 刚看完了两段那个他们的那个类似短片，还蛮感动的。然后这个里面这个是付费才可以进来的地方，但是这边可以拍照跟录影，可是其他地方不行。里面有一些可以拍照的东西，还有超大的一些模型，比如说这个是。战机的模型 ，Four Fighter， 1:1的哦，超赞的。阿巴瓦库，超酷的。还有什么一些很酷的东西？可可，好了，我时间不多了，差不多录到这边，我要赶快去忙了。我赶快弄一弄，我也要去看里面有些地方可以进去，可是不能拍照。也不能录影，所以我要赶快进去看一看。那最后就让赤鼻来跟大家说个再见了，拜拜。可以自己涂钢弹盒子的，来做一个大腿挖钢弹。是不是很美啊？美不？涂完再给你们看。完成了这个美腿，耶！离开太长了，晚上很漂亮。
漂亮啊。结果我要买的钢弹，我想买那个皮，应该不是皮衣吧？军外套，军外套没有墨绿色，只有蓝色跟红色，丑，所以我就没买了，省下一笔钱算了。想要离开去，离开台场，准备要去回新宿，要去买追分团子。追分团子，对，然后，哎、欸、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啵啵。哎，晚上好，最后一餐了。所以先选家里附近的随便吃一吃，因为今天真的太累了，其实每天都很累了，但是今天脚真的也是很痛。然后现在已经是晚上大概十二点左右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好选择了。是的，那今天就差不多结束啦，拜拜，端午节快乐。